来，下午好，下午好。来，明天是 Holy Day 啊，马来西亚是 Holy Day 啊，So Happy Holy Day 啊，各位。哎，你们好，各位好。有谁在上班偷看的吗？今天 what cooking today 啊？今天 today 啊，全部是 veggie 啊，vegetarian，全部是菜啊，今天是斋菜啊。来，表弟正式开始来。Hello，表哥表姐，下午好，好。我是表弟啊，我们又见面了。那今天煮什么啊？Miki 讲对，今天我们煮素啊。今天是初一，初一，因为我们企我业们初初一一上呢？午，我们尽量的就安排素菜啊。好。那个我们要煲汤啊，我不知道吃素了，你们有没有大葱有没有吃？如果你们大葱没有吃的话，你们就不要放啊。因为我就是说我自己没有吃素不能吃大葱呢？我不懂，有人说葱不吃嘛，蒜葱不吃嘛，但是哦，我这个大葱是真正是要煲汤的。好。啊，我们煲什么汤呢？我们煲的是这清清的菜汤，啊，番茄，这个是其实是罗宋汤啊，这个然后我们以是这个这个你要是用西油西柿子。对，西柿子，这个番茄煲汤就比较特别一点的，你 OK，想啊，而且现在是做罗宋罗汤宋啊，汤，罗宋汤啊，罗宋汤啊。所以我们其实这简单，当然你要穿汤也可以，我没有，我就是直接要我说再落去 OK，再回啊。等它水滚了，我们才加下去。那么我们放大葱、西芹啊。那么 OK，今天的有放塞坎啊，然后这个是萝卜啊，还有一个大葱啊，切块啊。对，来，刚进来的朋友，请帮我们分享啊和 like 啊。这个很很多人没有收到 notification 啊，你们帮我现在是现在现在 Facebook 没有啊，我们让更多的人让 Miki 来教你们如何分享啊。还记得大家知道怎样分享吗？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 share button 呢，这样下面左下角你按这个 share，然后那边有一个 right post 最左边那个按一下，哎，手里没按到啊，按一下，OK，然后 post，OK，、okay, 这样就成功 post 出去啦，谢谢你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啊。好，所以我们我们也是，这我们番茄也是切到一粒，我们全部是小小粒的啊，小小粒，这番茄不包了它也是没有了。不过这些番茄是很好，它是，老实说，这个番茄它的那个红茄素很高。来，这里有讲 vegetarian cannot eat onion 啊。如果不可以的话，你们不要放哦。OK，if you cannot eat the onion 啊，just skip the onion 啊。对对。OK，有的是成全素，当然也有的是不是啊？那如果只要有人说，哎，我只要不吃肉就是素了啦。但是我们就是不吃素的定义就是没有吃肉就是啊。我们的定义是这样啊。来，那等你们可以啊，不要放大葱啊，你们可以不要放大葱。OK，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番茄啊切成一块一块啊，然后就是很不能要丢进去，那个要我熟啊，要我熟。好，这个是汤是最简单煲的这个汤，但是这汤很好吃，很清甜啊。罗宋汤啊，罗宋汤，这个是斋的罗什么素的罗宋汤，当然我们今天不要介意我们放大葱啊。OK，基本上我们这个是水差不多滚了，我们就我放一个，我水放很少。来，那个是塞坎，还有那个萝卜啊，放入进去啊。对。然后大葱也放入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是完全摘的话就不要放大葱啊。对。OK，然后多巴多切块也放进去好了。今天我们。然后这个是什么白菜？这包菜。包菜放入进去啊。对。Facebook 有状况啊，它是不会 send notification 啊，有时候有，需要大家有时候没有的，需要大家的帮忙哦。That's why 我们需要你们 share 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啊，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的分享啊，Thank you，Thank you，来，感恩有你啊。OK，现在我们是用气压煲来煲这个汤啊，所以气压锅通常多久？这个是我们一般上我们就我放不好嘞，因为我是比较少用这个，
我比较少用啊，可以。OK。来，所以现在是要水滚了过后还包。OK， 现在关注了它，这个把灯就很重要了。当我们要如果有用的，这样我来，来我怕太出力。那气压关如果有之前有人买过了，这个就是开了了啊。那么我们开关了是，我们这里要锁住它。OK， 关住。那我就这个是开就可以开，对吗？对，开我们放下来的时候，对，好，关了它，这个要拉下来。OK， 拉下来啊，拉下来就是锁住了了。Yeah, tomorrow is holiday. It's so happy holiday. Yeah, and then, Mickey, ah. 等下滚，我们用五分钟。OK, 5 minutes for the 那个 pressure cooker. 来。OK. 所以如果我没有 pressure cooker, 我用什么？普通的包哦。要多久？要包一个小时啦。One hour 啊，你 normal 啊，你要真的要包一个小时。如果你用 normal 的方式去包这个汤的话，一个小时啊。明天很多 holiday 啊，明天是马来西亚的朋友的 holiday 啊。我比较开心啊，因为不用带孩子读书啊。来，那第二道的时候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三道我们做菜啊，就是炒了啊。我们现在做那个，这个是野菜花噻。野菜花不是野菜花，是这个。好、啊，没有我知道，这个是。杏鲍菇，杏鲍菇，那 OK， 杏鲍菇。那我们炸椰菜花，我们就是听看椰色 mushroom。我们做椰菜花先，来那个小哥供给我。Hello， 你们好，刚进来朋友，请帮我们拉点 share 啊，谢谢。我们需要你们的分享。哎呦，那这个就是面粉，来，我们椰菜花，我们要。你这个面粉是什么面粉？普通面粉、啊。普通面粉。不 flour。普通面粉啊，这个是这个中筋面粉来的，中筋面粉就是普通面粉啊，普通，我看不到啊，所以就是all purpose flour， 这个是普通面粉来的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会用这个面粉啊，我们要是调了糊酱啊，就是面粉酱啊，我们一般上是我们面东西不多，我们放两三汤匙 ，OK， 普通的面粉啊，我们中筋面粉两个汤匙啊。来 ，Thank you， 赖颖雪啊，谢谢你们。我们放三汤匙啦，应该变不多。放三汤匙。三个汤匙的。什么？三个汤匙的木薯粉。OK， 木薯粉三个汤匙啊。木薯粉啊。好。OK， 蘸米粉也三个汤匙。蘸米粉啊。蘸米粉。蘸米粉啊。精米粉啊。精米粉是那个 rice flour 是？对 ，rice。OK， rice flour。精米粉。多少个汤匙？三个汤匙 ，OK， three tablespoon 啊，三个汤匙啊，这个三个来，我就这样包住在一起。好，所以全部都是三个汤匙啊。对，三个汤匙。那么我们那个那个蛋黄粉，来，它是泡的啊，蛋黄粉啊。很多人就不知道蛋黄粉怎么拍 ，OK， 你去那个烘焙店啊，对，一个汤匙啊，一个汤匙的蛋白粉啊，蛋黄粉。OK， 蛋黄粉，再打一粉。OK， 这是蛋黄粉的那个鸟排啊。鸟排。OK，custard powder，Thank you。鸟排。OK， 我们放点盐。放少许的盐。半汤匙的盐。半汤匙的盐啊。半茶匙的盐。半茶匙。OK。OK， 那个蘑菇粉。蘑菇粉。这个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的蘑菇粉啊，三分之二茶匙的蘑菇粉，这个一点点啊，这个不要多。如果你有那个阿斯姆，这个苏打，苏打水，我们放一点点，好的，苏打粉一点点够了。OK， 苏打粉啊，一点点就好啊。对，来给大家看看苏打粉啊。不然你用苏打水也是可以。所以我们就是苏打粉啊，艾德你是用苏打我的，我说 OK 啊。OK， 那么我们加点生油下去，放点 cooking oil。OK， 放一汤匙，一个汤匙的生油啊。你是这个是要来炸的是？炸对对，要炸什么？椰菜花。椰菜花。OK， 他要炸这个椰菜花，你要做什么？来煮一个酱。你是煮肉酱的是？煮一个椰菜花的，我们就是香辣芝麻吗 ？OK。对，这样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调就是加入一点少许的水啊。那水那么流。来，下午好，下午好。这个我们要慢慢做浓稠一点。如果我们你还记得我做了木薯饼吗？OK， 就是做木薯饼的一个分量左右，好。
上次我们做木薯饼的分量啊，但是这个我们要浓稠一点。木薯饼我们就比较，木薯饼我们是比较薄的，这个要浓稠一点。哎，有人讲是糯米粉啊，不是糯米粉来的，它是中筋面粉，就是普通面粉啊。糯米粉它就一个是藏米粉，不是糯米粉。OK， 那个是叫藏米粉啊 ，rice flour，OK，、okay? upper puff flour， 哎，我放错了 ，tapioca flour， 所以我放错放的藏米，我放错，直接放糯藏米粉。你放什么？啊，糯米粉。Oh my god， 你放错东西。我放藏米粉啊，没关系啊，这样放错错也错久了。哎，讲清楚，这样放什么粉先？其实要放藏米粉的。OK， 他要放藏米粉，藏米粉你们叫什么？啊，完了，弄错了，要么因为都有糯米粉，有藏米粉的 ，OK 了，这样还是可以过关的、啊。成功当然，只是告诉大家是藏米粉来，我的。你看那个不是藏米粉吗？不是，是糯米粉来的。OK 啊 ，sorry 啊，现场的粉丝刚才有看到是糯米啊，他没有戴眼镜啊，看不也有。Vegetarian can use custard powder or not？ 因为它是鸡蛋来的哦，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不你就不要放啊，不要放啊，你就不要放啊。OK，optional、okay, 啊。OK， 他用错粉啊，他用到那个糯米粉啊。哎，刚才你是用那个藏米粉的吗？不是，不是，我看到写糯米粉那个弄错了，我拿错了，喝糯米粉不是藏米粉，糯米。OK， do you think wrong flour？啊、用到那个糯米粉啊，用错了啊，不是要用糯米粉了、啊，他是要藏米粉啊 ，OK？ 来、啊，有人讲这个糯米粉是来做那个 carrot cake 啊，啊，是要用这个，其实要用这个粉啊，不过我们 OK 还是叫 blended rice flour、啊。因为我太懂粉了，我就随便来一包，我这个是OK 啊，不用浪费啦，照用啦。啊，对，我们不要浪费啦。OK， 我们其实要藏米粉啊，藏米粉啊。看实在是糯米粉，对啊，写那边写糯米粉啊。OK， 这个我们不要了啊。OK， 那个这个不要有水分，尽量不要有水分。OK， 现在保持干身啊，去掉了水啊。今天我用的是韩国辣椒酱。啊，辣椒酱用韩式辣椒酱啊，我们。来，下午好，谢谢你们收看啊，谢谢你们的厚爱啊。来帮我们分享哦！今天轻松一点啦、啊，明天不用上班啦、啊，啊，可以睡迟点。我最开心了，不用每 okay, 不用六点半起床、啊。油着了，其实要弄浓稠一点啦、啊。OK， 弄紧一点啦、啊，弄紧一点。OK， 那也不用太多。野菜饭啊，它是准备要来炸的啊，野菜饭。哎，下午好，各位。刚进来朋友请帮我们 like 一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关爱， Thank you、啊、直接来炸，直接来炸，对啊，然后晚上你可以跟我们经理啊 can cook also 啊 yeah so we trying to cook 啊，好像很大块这样啊，你这个不要大块一点，切了不要切小块一点，切了斯文了，不够斯文了，你们切小块一点啊，我切了不要大块，我建议你们啊切小块一点啊，很啊太大块了，哈哈哈，摇桑叶啊，这个是新的东西啊。对，我们都是在学习了。这是叫 cauliflower 对吗？cauliflower 啊，这个叫野菜花。野菜花是 cauliflower 啊、哦。我的英文不懂。我不懂啊，我应该是啊，我那时候有写过 ingredient 的时候，我想到啊。Yes, so using the right flour, the chef has wrongly mixed with the flour. OK 对。哎，照得很美啊。哎，是脆啊！你的它的面粉也是美啊！你看，现在用错啊，也是美啊，都可以了。来，用面粉了，有面粉。OK 啦，哎，晒啦，刚刚好过我干。来，各位下午好。都我看到都 OK 哦。OK 了 ，OK。有，其实没有分别的是。啊，有分别的。少许的分别是吧？糯米是黏，很黏性吗？那个藏米是脆吗？比较会脆。OK， 糯米也会带黏性。啊，对，我讲对啊。
cauliflower 啊 ，Thank you。OK， 这是椰菜花，这个样的粉哦，大家要跟着记得这个斤两哦，三个汤匙的，三个汤匙，三个三三三加一个亿，三三三亿啊，加一点油。来，三个什么来讲呢？三汤匙的木薯粉，三汤匙的面粉 ，OK， 三汤匙的藏米粉，还有一个汤匙的，一个汤匙的蛋黄粉。如果你不吃那个。蛋黄粉 蛋黄粉只要看颜色比较美。如果你说蛋黄粉可能吃素的人不适合，对、啊，可以不要放啊。但是鸡蛋很多，鸡蛋农场鸡蛋。有些人不吃鸡蛋的，因为农场鸡如果是真的鸡蛋的，农场鸡蛋是没有生命的，有的有刺的。After cook still rushing to meeting, yes。等一下我们就去 meeting 了啦，谢谢你们。那么大的金黄色的，今天应该就没有塞车，刚我们回来都没有塞车啊。全智主妇是没有假期的，哈哈。我们也是没有假期啊，表弟也是没有假期啊。我是一年没有假期，我也是牺牲一年没有假期啊，陪你陪大家，陪大家过时间啊。对，来，说啊，这个是野炊饭还是炸了的？脆的，其实很脆的，你看啊。如果你小力一点的话，会比较漂亮啊。对，表弟这样，这粗鲁很粗鲁，这个很粗，不要嫌。Hello, good evening, Lim Sifu and Damani. It's so nice to join you in your cooking show. Ah, thank you. 谢谢你的支持啊。来，我们放调味啊。OK, 我们放辣椒。哇，有人讲啊，你的 cauliflower 啊，炸了很像那个虾，炸虾啊，像啊、哦，有点像炸虾、哦。是这个啊，这个粉啊，这样做啊，你们我们说啊，这个是什么粉啊，记得吗？啊，这是万能粉。什么炸什么都可以，炸蛋粉啊！你去炸那个甜不辣啊！也是这样啊，甜不辣也是可以啊。来几个汤匙，辣椒的，两汤匙辣椒。OK， 我们是用那个口令啊，口令的那个 chili sauce 啊，两个汤匙啊，对吗 ？Two tablespoon， OK， 口令，你们 any 口令的 chili 都可以 ，any chili sauce also can 啊。这个一个棒。一个半的水啊，对对对，水啊。Mickey, you must help Bill T to see or else. 啊，电动车拿出来就是。Same pair of glasses 啊，啊老花。OK， 我们这个放半个，放两汤匙啊。两个汤匙的什么来着？那个陈醋。OK， 陈醋啊。Any 醋都可以来啊。Any 醋都可以啊，陈醋啊，老醋就可以了。OK。没有老醋，普通醋也可以啊。我们两个汤匙啊。来，这个我觉得很特别啊，你看啊，它炸那个野炊饭好像那个虾这样啊。哦，有模有样啊。Yeah, so crispy 啊，你看啊。OK. Can we use dark green cauliflower？ 那个就是青色那种的啊，那个。青色也那个也菜吧，青色叫那个薄荷绿啊，薄荷绿薄荷绿薄荷绿的都 OK， 滚了啊，我们关小火 ，OK， 滚了关小火，薄荷绿比较硬一点的，对啊，所以你也是可以用那个薄荷绿来做啊，没问题，这个比较薄荷绿是轻啊，都可以用，都可以沾了，日本的那个你看它是脆的还是脆的啊？它 suggest 你们用白色的啦，薄荷绿包啦。好，说刚才他有放汤，你放多少汤匙？我一汤匙的汤，我再加多一点。一个汤匙的汤啊，再继续加水啊。这个分量蛮多一样。带甜的苏打水可以来炸吗？不可以啊，普通苏打水就可以了。苏打，要普通的苏打水啊。这个叫神这个是什么？万能粉。万能粉啊。跟我看看啊，五分钟啊。OK。现在还差四分钟。半米内啊，四分钟。现在是49分啊。好。甜不辣好好听啊，容易记啊，甜不辣，谢谢表弟。我们再放一个半汤匙啊的糖。OK， 它就是再放汤一个半汤匙的糖啊，再加去啊。Look like chili powder， yes， 它是一盒的那个辣椒来的。椰菜花没啊？我觉得这个今天很 special 啊，这是摘的啊。好，来我们放点少少的馅啊，少少的。来勾馅啊，少少的馅啊，不要多。这是马铃薯粉勾芡啊，浅浅少少，它有点粘性。
please say which dish you cooking now. 我们现在在煮的是椰菜花 cauliflower 啊。给它浓稠啊。OK， 我们要准备那个芝麻。来，放一点芝麻。等一下先。芝麻是肉放啊。OK， 放下去。剥蛤蜊啊，哈哈哈。来搅一搅。嗯。放芝麻下去。放芝麻。白色芝麻，我们先放啊。来。加苏打水是为了脆吗？对，没有错。你加苏打水就比较脆啊。来，刚进来的朋友，直接帮我们 share 出去啊。说的是9100人的啊。啊，来，谢谢你们。对对 对， 对，需要大家啊。好，上菜，再加一点芝麻。对对 对， 对，我觉得你芝麻再放上面。对。OK， 这个叫做芝麻香辣，香辣芝麻椰菜花，是啊。嗯。所以现在我突然间爱上煮素哦。因为树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变，很多东西玩啊，很多东西玩。哎，美吗，哥？哎，有模有样啊，有模有样、啊。来，请问表弟，花雕酒跟料酒有什么不同 ？OK， 花雕酒其实料酒是属于黄酒之一，黄酒之一。红糟啊。Okay. 那么花雕是一倒下去，味道就上来了，所以花雕我是比较高调一点的，花雕酒是高调的，那么料酒是比较低调的。啊，就是说花雕比较重口味啦。啊，花雕香，很香，很香，一上去就看到。啊，但是料酒呢是，就是比较低调，但是你慢慢吃到它有它的味道。好、啊、，OK， 好，完美啊！谢谢你们，赞美。哎 ，Thank you， 很像排骨啊、哦。哎，当我们分享哦。啊，哎，9400啊，来，谢谢你们，需要大家啊，支持啊，我需要。来，现场的观众，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谢谢你们。对对对，需要大家来，加油加油啊 ！Thank you。好，我们现在煮第二道菜。今天做的第二道菜是啊，也是素的。什么是素？然后，对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吃素啊。初一十五，我们也习惯一起吃素啊。其实好的，我每次吃去大饭店了，我去叫啊，我全部拿青菜的。啊，对。好，OK， 今天我叫他大家，我说昨天讲了猪腰，其实不是腰哈、啊，猪腰不是啊，它是我们说做素腰花的意思是说切那个啊，我们用什么杏鲍菇来做，我们用杏鲍菇来做啊 ，King Oyster Mushroom 嘛、啊，这个叫做对啊，我们用杏鲍菇来做 啊，杏鲍菇。我们买回这个杏鲍菇啊，当然，你问我这菇要洗吗？其实菇是，一般上我菇啊，如果你说哎呀怕肮脏哦，可能他们手一直拿上拿下肮脏，对不对？你要冲水也是可以。好。其实一般上都不是，我们是说用清洁的慢慢一下就可以了的，啊，啊，菇慢慢一下就可以了啊。就是刚才我就骂了了啊，慢慢一下就是清洁了的，啊，菇是没有洗的啊，一洗要有水分。哎，我们就在这样呢，我们就说开二它，开二。哎，有人讲他可能就找不到那个说要刷啥，那个酱青是？那你？哦，你那个酱青，你们的酱青，任何的酱青都可以啊。卡的啊？有卡吗？应该没有啊，我这里没有啊，我 check 一下啊。啊，我这里没有卡、啊。来 ，OK， 大家如果大家我怕切过龙哦。我建议你换两只筷子，啊，换两只筷子在这里嘞，就是你就不会切过龙了，就是你讲切都不切过龙了啊，啊，啊，他是用筷子，啊、不要给他切断啊。对，我是说你们，他不要切断他。当然我是没问题，我是说大家如果说哎，他会切断，换两筷子这样，这个是一个窍门啊。OK， 就是切那个杏鲍菇啊，两个筷子放旁边啊，他就不会切断啊。就是不切断了，我就是没有切断哦。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猪，我们煮猪腰是这样的。猪腰啊，没有摘的猪腰是？不是，我们是猪腰花，像猪腰的花纹一样的。哦 ，OK，OK，OK。其、okay, 实、okay, 不是猪， okay. 不是猪腰啊，像 OK， 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叫斜切。OK， 斜切。一片小切的要切它完。哦，你这是做成好像猪腰这样啊？对，两个，对。啊、哦、，OK。那么第三片切完它，来，先切完就一片了吗？怎么这样子？三，要煮上来就有一个。OK， 第三道我们就要切完它。啊，有个花纹吗？来，再来。
一刀不要切，不要切完啊。我已经切完了。两刀，对对。OK。啊，那么三刀切完了啊，就一片出来了。啊，很特别的，你的这道菜。对，就切了，对。来，一刀。来，慢慢来。两刀，对。来，三刀切完它，哎，啊，三刀， okay. 说它切成了就是，对，它是要做成好像猪的腰这样啊。啊，切我们煮猪腰就是猪腰也是这样切的啊。OK， 来，来一刀，两刀。来，有人讲你的螺栓都已经够时间了。OK， 关火。来，表弟的，你的砧板是做塑料吗？啊，是塑料来的吗？塑料啊，其实这砧板这有OK。这砧板是它有分那个钢铁，钢铁的，它是钢铁。如果你这塑料用的吗？如果你切水果的话，你可以 用塑料啊。对，你可以放这个可以切蔬果，另外一边可以切鱼。好，切好啊，来一边，两边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不用了，这个。所以你们不会啊？像我就可以这样。我就已经是习惯了。来，我们还差100人呢、啊。啊，希望大家嘛。OK， 我教大家讲 share， 或许现场的观众不讲 share。你看你左下角不是有一个 share 这个 button 是？你按一下。OK， 你来到不是出现4D东西的，去左边按一下这个。啊，按这个一下，然后有一个 post。OK， 这样就是 share 了啊。嗯。来，我这里是。OK， 如果你像我，你看你看一边，一刀， okay, 两刀，切断。呀、啊，很有创意的一道菜啊！一刀，两刀，切断，三刀，对，就是有一个像猪腰了，切猪腰的感觉。猪腰、啊、，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new idea. Yes， 来 ，Thank you 啊！我们一起学习啊！我就是因为要煮素啊，我才去找一些资料看一些，我是跟人学的。哎，这个不错嘞，好，做的不错嘞。哦，就是说，哎，有啊哈，大家一起学习。啊，所以一个我们就开二啊。哎，有人问 ，kidney is sticky, how to clean？ 啊，要蒸水。要蒸水啊。蒸过啊。Where you buy the chopping board？ 在啊，他们这个星期天哦，十点我会。我们去呢？对，我会有介绍他们的这个板和这套刀有特别的优惠， okay. 大家可以准啊锁住来啊。OK， 如果你怕切断了啊，表弟我让你这个比较歪一点。对，我不像你这样，表弟你可以这样的，你可以就是这样哦。安心切啊。对，安心切，两筷子就它就不会断的，你看来啊，你这样切这样它都不会断，对呀、啊，因为不会到底嘛，对吧、啊？就这样你的切不会切过龙的。好。那你切到时候我们就这样了、哦。来三刀。一刀，不要切断啊！两刀，有人讲像猪腰，对，我还想要猪腰在长，猪腰花就是猪腰，我还想猪腰长什么样子啊？猪腰花吗？像猪腰的一个，这个真的是像猪腰啊？对，没有，猪腰是这样来切的，像是啊，猪腰是来这样切的。哦，他们切猪腰是这样切，啊、对，我，那希望你们 get 到一些东西回去啊 ，OK。啊、有人讲你这个 mushroom 这样子切很像切那个 kidney 样的，是啊，猪腰啊，猪腰啊，对啊 ，kidney 是猪腰啊，还是猪 ？kidney 就是 kidney 是腰子啊，哎、啊，腰子啊，嗯，好，一刀，两刀，断，四刀也可以啊，看看你看你，真的古灵美多啊，哎。跟表弟煮素猪腰啊，学切方法新鲜创意，真是过意不闲啊！大家一起学习啊！我是看人家做了啊，看人家做的，对， okay. 我也不是一个自创的啊。请问有煮蜜萝卜是煮过了？蜜萝卜是你一定要学哦！来叫你创业啊！叫你创业，你学了它，你就是卖蜜萝卜，只是卖到专注就可以了啊。OK。OK， 现在我们要炒了。你这是炒啊？要炒这个，我们用麻油，对，麻油啊。松绿 recommend 海天拍的。OK， 松绿 recommend 啊。这个是麻油啊 ，OK， 我们用麻油来煮啊。有帮我卸吗？还差200人。差200人。啊。大家动一动手。还差100人啊！给我一个给我支持我啊！
给我联系四篇啊，四篇。假设 I'm interested on your chopping board 啊、，When it will live？ Sunday。Sunday 几点？早上十点。十点啊 ，10 a.m. 啊 ，OK。OK， 这个其实我也是有切的，也是七张切的啊，你可以切，也可以不要切。这是蘑菇啊。对，因为我要有颜色嘛，有颜色，所以变成我有切啊。来，现在是热锅啊。嗯。来，帮我分享哦，我们差100，差200，差200，再差100。来，我告诉你，你有可能破不了啊。来，正常啊，现在是已经是啊。已经是忙了每个人都很忙了啦啊、但是还是要我们就是坚持是连续四天啦、我要连续四天、也是很多那种很多类似这样的节目啦、有些人也是怕闷了啦、来我们放油啊油来我们不是我们香油说对不起对不起 OK 放香油啊香油用麻油用麻油我们用麻油啊我们在家里作业的时候是不是用麻油来煮煮油啦啊来放多一点麻油来煮 啊那这个大概是适当啊，适量这个三汤匙左右，三个汤匙啊。来分享两次啊，不用分享这么多次啊，一次就够了，一次够了。等一下你的这个配全部是表弟好主意的。来姜片切片，然后爆香啊，就是在爆香那姜片啊，爆香。来谢谢你们的分享啊，爱你们啊，表弟爱你们。OK， 记得、我们是不能换蒜啊，因为我没有换蒜。素食者不能吃蒜这样来说我们放姜片但是如果你要煲汤你没有吃大葱你不要放大葱哦 OK 你没有这样你什么不会吃你跟着表弟 have a lot idea yeah that's why 他没有黑所以没有黑啊 OK 来好我看到10000人了谢谢你们感恩好来我们就爆香了爆香了姜啊我们就是爆这菇啊来你们不要分享这么多次啊等一下你的朋友 block 你啊一次够了一次够了一次够了啊谢谢大家分享 okay, 谢谢你们啊谢谢一次就够了啦分享多次没有用的 一次够了啊谢谢你们这个爆到姜了我们说有时要做热作业啊把姜要包久一点麻油香哦所以每次煮斋的时候我就跟表弟讲你的斋一定要创意一点啊你不创意啊等一下没有10000的我告诉你放心我讲我将会以后会更多的创意的斋蔬菜出来 OK 蔬菜啊我们就是会比较专注蔬菜啊因为要给它创意一点啊创意一点 OK 他先把杏鲍菇还有那个蘑菇放入进去啦炒啊好我们这是好 yes 希望能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哎谢谢大家的给力真的是哦哎感恩感恩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跟表弟讲你的素啊煮素食的时候你要很创意了他很担心从不到一碗因为每次煮素人数特别少啊所以很怕来谢谢你们我们连续3天一万人啊四天啊四天连续4天我们连续4天一万人了兴奋你了吗哇兴奋了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什么被肯定啊被你们肯定真的感谢你们啊 You think too much that's why hair grow 啊没有头发就是人要有一种的思考要独立思考要有那些思考能力啊这个大家要学的学生等一下看重播啊因为线不好哎谢谢你的支持啊也是你谢谢你啊好所以我们现在是煮那个猪什么猪腰素腰啊素腰啊它煎到这个是要给它煎到它煎到它有一个颜色啊 OK 现在是煎到有颜色啊煎到它有黄椒啊I can smell the ginger from Singapore 哇好厉害哦没你劲啊有一万人叫你煮菜啊谢谢啊对啊谢谢你们啊真的来多次数大家都很满意啊谢谢多一点创意了能不能花题美这花状态很美哦Yes Nikki maybe you cook veggie talent do one dish with meat la no all three in veggie talent OK 我们放萝卜片啊萝卜片我们今天萝卜片我建议啊如果经过之前萝卜片先串烫它
啊，就容易熟，因为萝卜面比较硬生。啊，一碗我们算啊。啊，今天是148天啊，我们连续直播啊，谢谢你们。Today vegetarian day, thank for sharing 啊 ，thank you for sharing 啊 ，thank you。OK， 你的用心，我们的爱心相配合。哇哇，好会讲话，好会讲话啊，谢谢你们啊，爱你3000。OK。Yeah, no, everyone is vegetarian 啊 ，but 我们呢、哦？配合啦，我们也要吃素啦。对，我们初一十五，我们也跟着一起吃素啦。对。OK， follow together 啦。OK， Ken， 这个硬了啊，这不够光打，不够光。来破万了，继续一个星期不要给他听，谢谢你们啦 ，Irene，Thank you， 来谢谢你们。所以我们现在炒到它有上色啊。上色对。好、哦，我们可以摘一个放。这个是我们放蘑菇本，是啊，因为之前放那个肉风了。OK， 这是 mushroom powder 对吗、啊、？OK， mushroom powder， 这个是蘑菇本啊，一个茶匙啊，一个茶匙，一个茶匙的蘑菇本，然后半个茶匙的，半个茶匙的盐啊 ，OK， 一个茶匙的蘑菇本，半个茶匙的盐放进去啦。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支持啊！表弟，现在很多人吃素了，感恩你教我们协会煮素啊！对，我知道现场的观众很多是素食来的，要放太多水啊，放少许的水啊，其他有点水分，要太多水。好，我们来啊，来荷兰豆放入进去啊。啊，今天是一四八，来擦一个胡椒粉，来放点胡椒粉，一四八，一四八，啊，祝你们一四八，哇，今天148天了，一四八 ，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你们 ，Thank you for selling your vegetarian food，very grateful to 表弟 and Mickey 啊 ，Thank you 啊，谢谢你们的观看啊，来我们马铃薯勾芡啊，一点点而已，一点点，打匀啊，休息啊，都没什么水分啊。This gentleman must be a chef, very skillful. Thank you. 178天，没有，我们148天啊，没有178天啊，还没有去到这样远啊。Melody, you are very creative. Keep up your good work, and Melody, Mickey also, both of you form a very good team and good teamwork. Thank you. Mushroom powder where do you buy? 你去素食店有的卖啊？素食店就有的卖。我们去斋馆啊，就有卖了啦。OK， 你看它的花美。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花花，对不对？花这里花美对啊，那个这个啊，对，吃素食就比较健康啦。这是花啊，今天就是啊，来，表弟一家人很善良，无私分享，谢谢，谢谢你们的。哎，最后呢，当然这个要这个其实五分钟过了啊，你要包饭啊，包白米饭呢、啊，水滚鸡。2分钟关火，这样快？等一下，20分钟或半个小时后，米饭打开来，哇，一粒一粒。来，我想要看你的罗宋通是这样啊。啊，等一下还没有人下来。如果要快的话，因为时间上关系，啊，我们如果在家里，你就不要理他了，在家里你不要理他，它自动会慢慢的热了，腾下来了。那么如果我们这个东西，就你要快速的话，你就淋水，因为它是汤。所以它就没有这么快了哇！落啊，落了啦。对，所以你可以放点水。对，但是我们要快呢，我们就淋水。好啊，淋水。下午好迟到的，好过没有到啊！啊，在我们这里签了没有迟到这个字的啊。我们要快的淋水，当然我们煲汤，因为汤啊，因为它大汤没有这么快，因为汤很多，它没有这么快沉淀了。但是如果你要快，放淋水，淋冰水就更快了。啊，哎，看忍一下就可以了。来，表弟教，请教素鸡饭啊。他 try 啊，他还没学到啊。OK， 他去问我刚刚学煮素菜啊，他给我一点时间学习好不好？好，其实真的我蛮喜欢做挑战的东西啊，越有挑战我越有挑战性的东西，我越想要去尝试啊。对啊，大家一起吃素啊，爱地球啊，感恩啊，对啊，真的是，尤其啊，你要知道啊。有每八个就会有一个人呢、啊，就是落难啊，就是饥饿啊，饥荒啊，原因他们没有东西吃。OK， 我们看看这里啊、哦，
你看这个button啊，如果有买到这个锅的话呢，这个button跌下去了、哦。嗯，对，button跌下去了，我们现在你是开不到了，也是开不到了， okay. 你必须要推上来，啊，推上来，啊，你就开得当， okay. 啊，对，因为我们呢食物少，你知道什么原因吗？这个啊，来就是这样开的，开得到对，看这个啊。OK， 哇，这汤哇没有调味了啊，这汤没有调味啊，味 啊, 啊，这汤没有调，哇，那这个味道。哇，上班偷看啊，谢谢你啊。这汤是在是在过。上班偷看的呢，祝你啊升官发财啊，今天148天啊，一丝发啊，祝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素，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啊，很世界上很多牛牛羊羊还有鸡鸡啊，那些鸭啊，他们要食料的呐、啊，他们食料跟人类抢的话，我们人类就少食物哦，食物就会。人某些人呢、啊、就会饥荒啊，没有食物吃啊，所以我们尽量吃素哦，做他们的牛鸭鸡群啊，动物群啊，就养自然就养少，当养少的话啊、哦，什么热量就少，为什么呢？排因为牛啊放屁很热的呐，地球会热也是牛的功劳的呐，每次在那边放屁，是吧 ？OK， 你看这个包的极美，来啊、哦，那么如果你要个你嚼嚼一下就啊罗松通啊。你嚼嚼一下，当然如果这个东西你可以放一点帽，我们调味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什么？番茄酱，来 tomato sauce， 我们可以放 tomato sauce 啊，可以吗？可以的。当然如果你要更美的话，你嚼嚼一下啊，来 tomato sauce 放一个勺子啊，嗯，放多一个勺子啊，给、okay, 表弟真的是有求必应啊，两父子合拍啊、嗯，别忘了背后的 number one 表嫂啊，大哥 ，yeah you are right， 没有他没有人赞嘛赞美、啊。来，这个是放什么？啊，我们的 OK 蘑菇粉啊，蘑菇粉，一个茶匙的、啊，因为大家还是搅的。你放多少个？我们是一个，其实要放两个茶匙的。啊，两个茶匙 啊, 啊，因为蘑菇粉碰到水啊才会这样啊。刚才我太太拿去搅了。Yeah， soup from pressure cooker 啊，来放点盐啊。啊，两，我现在放两汤匙，两两个茶匙的盐啊。如果你没有 pressure cooker， 你就用普通的那个煲来熬啊，一个小时。我建议啊，放一个半汤匙的糖。OK， 一个半汤匙的糖啊。糖好。I watching your cooking live now inside the train home to Singapore. Thank you 啊 for sharing 啊。谢谢你在忙抽空都要看我们啊，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啊。好 ，Mickey true or not？ 我没有骗你了，真的是在维护地球啊，是在救地球啊。我告诉你哦、啊、，Mickey 做很多 research， 他很会看东西的。对，你想一下，动物来跟我们抢食物，我们人类都没有没食物啊，是啊，所以我们少吃肉类啊，那农场的人啊就少养动物咯，是啊。所以养少动物的话，就跟我们少增吃咯，少增吃动物就不会排热量出来咯，热量排少的话，我们的地球的温度就会像回以前这样咯。啊，我们可以放多一个茄子。其实我建议刚才如果可以的话，下次你们煮的时候，那个红柿子可以放多一粒。好，好、啊，那个西柿子啊，放多一粒，番茄就番茄啦，放多一粒下去，把它可以的话你就放那个。西柿子 啊, 啊，如果你没有放多玛多，用多玛多给啊。对 对, 对，那个放多一粒的，它就更美了。Vicky 你是仙啊，我没有骗你们的、啊，真的。你看一下我讲的对不对？人家那种环保地球啊，关灯一个小时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反而吃素啊，还帮助这个地球了。老实讲，有用啊。你去影响你身边的朋友，不要多，一每个月吃两次素就好了。OK， 我们出力的时候就好啊，它很美，你就帮到地球了啦。好。来，来，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主角，哇，你看那几棒啊，颜色蛮美的，它很像那个，又像虾啊，不像虾肉哦，又很像肉哦。OK， 这个可以家里我们可以做那个我们的万能粉啊， okay. 你要学会万能粉啊。OK， 万能粉来炸、OK 呢？来，今天我们的啊素腰花的是它切到像。腰子的 okay, 你看它的腰子这样子的看到吗、啊、腰子的那个腰子啊腰子啊、okay. 当然这个罗宋汤罗宋汤 啊但是我们是说西红柿啊他们讲西红柿不是西红柿啊OK 西红柿啊西柿子啊西柿子都是一句啦西红柿子啊 OK、红柿啊 OK 这个如果你放多一点或者是你要更加红的话你去过油炒一炒 OK 啊去了皮过油炒一炒把它的红色出来的话，它就更美了。好啊，甚至可以不用放tomato、嗯、啊。好，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啊！今天我们又完成了三道啊，过去我们不曾煮过的啊。
菜肴，啊，谢谢大家给我一个灵感，谢谢大家一直要邀请我做蔬菜，让我去要未必啊，我要去找一些资料看人家的东西。刚开始你煮蔬菜真是不开胃，是我刚开始不是不开胃啊，我刚开始 是太普通了。我啊对，后来呢我有很多人有私信跟表弟讲有点普通啊，普通就是要要求，有要求才会进步嘛。对，当然我们都是在学习中了哈，谢谢大家给我们有机会去学习，谢谢大家给我们有机会去成长，感恩大家啊，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给点赞，我们联系。4天，每一天都过万，谢谢大家，感恩啊！148天连续的不打烊的直播啊！148天，谢谢你们，我们要坚持360天，我们明天5点半准时见。